抽血就能验大肠癌，包租婆这样抓出病。我能抽一滴血，然后你就能检查我身上所有的癌症。循环肿瘤细胞 CTC 抽 7.5cc 的血，它就可以在400亿颗血球里找出一颗癌症的细胞。它是一个包租婆，8年没有做大肠镜，抽血验循环肿瘤细胞，就一抽它真的有癌细胞，大肠癌大概第2期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